皇上，康亲王与多总管有急事禀告。好，你去吧。小桂子被鳌拜的党羽给掳走了。回禀皇上，鳌拜的党羽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闯入了小王的府中。 并且用炸药炸了冰窖的铁门，太突然了！哎呀，王府上下真是措手不及呀！小王保护贵公公不周，请皇上恕罪。回禀皇上，那帮反贼挟持着贵公公啊！你们这群没用的奴才，连一个贵公公都保护不了，还怎么保护皇上啊？啊！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！鳌拜那帮党羽把刀 架在贵公公的脖子上，御前侍卫与王府的侍卫全为了保护贵公公，只能放下兵器，让那帮反贼离开了王府，奴才才敢带着侍卫们追出去啊！那有没有追到啊？哎呀，你们明知道小桂子就那么点三脚猫功夫，还让他一个人去冰窖。 怎么办啊？灵儿，成何体统？先退下吧。在。带公主回宁寿宫去。是。小桂子要是回不来，你们一个个都给我等着。鳌拜那贼，确实死了吗？回禀皇上。 鳌拜在冰窖中已然丧命，但是不知何人所为。回禀皇上，那些反贼劫走的只是鳌拜的首级。康亲王，多总管，在，率领100名骁骑营精兵出宫寻找，就算把整个京城给我翻过来，也要为朕救回小桂子。 遵旨。天地万有，回复大明，灭绝胡虏。
李将主，我们今天终于为你报仇雪恨了。 尹相主在天之灵，可以安息了。尹相主大仇已报，咱们也终于得了鳌拜这狗贼的人头，这可是咱们青木堂天大的喜事啊！哎呦，这些人真烦，杀了就杀了呗，还弄得那么神乎。咱们今天勇闯亲王府，杀了鳌拜这狗贼，兄弟们全身而退，毫发未伤。 这可是本会一整年来唯一成功的一次行动。是啊，咱们青木堂这一趟可是大大的露脸，莲花堂、赤火堂老是自吹自擂，可是哪有咱们青木堂这一趟敢得漂亮啊？真是咱们青木堂的人杀了鳌拜吗？秦师叔，虽然杀死鳌拜的是另有其人，那也是因为咱们攻进了康亲王府，直冲进冰窖给他致命一击。 这小子才趁乱歪打正着，杀了鳌拜。哼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啊，钱老本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哼，我也没什么别的意思，就是别的堂口兄弟问起来啊，你们青木堂这次可威风了，可具体杀死鳌拜的是哪位兄弟？哎，我不知道咱们该怎么说啊。哎，老本，这你还不明白？ 大伙自吹自擂，往脸上贴金呗。对啊，往脸上贴金。这个小太监阴差阳错杀了鳌拜，肯定是尹相主的在天之灵保护于他，加手于他了。可是我听说，最后那个小太监。